然后大家好，我要报告专案是 IBOD 下载，然后成果发表，然后经过那个早上那个是 LY4 的那个网页阿达布丁，然后经过那个就一整天的努力，然后那时候就有那个子龙，其实有跟子龙提到，然后子龙就也弄了一下，然后发现两个人做了不太一样的事情，不过后来终于可以 merge。就 merge 的结果，就是这个 logo 是那个子龙设计的，然后整个网站是那个 Joey 他做的，对，所以就是那个，等一下再讲。然后后来就是另外在 extension 的部分也是有那个请子龙帮忙设计一下外观跟就是一些动线，然后就是整形前就是 LY4 的下载方式，也莫名其妙 URL， 然后就是整形后就是我有就比较漂亮那样，然后甚至是。直接他会说 pop up 一个你要下载那个宽屏还是窄屏的影片，对。那我们还要讨论到就是说，如果你在看影片的时候，其实因为它是一段一段10秒每10秒，所以其实你可以选择下载几秒到几秒的，对的影片。不过这后话还没做出来，对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国漫武装过的国漫到达兵团的作品，然后 demo 一下，不知道网路 O 不 OK， 给不给力？然后就是那个网站，然后等一下，先让它重播一下，然后布置，然后今天就是那个公都盟的国军院长说，就是其实是因为这是一个流水号嘛，所以你就是可以按一，然后就看一下，然后这是最早听说是2005年的影片，那因为可能会失败，因为网络有点慢，所以我的时间就堵在这上面。哦，真的成功啊！谢谢大家。要可以播才有啊，不然我是一个假的展览。还有3分钟，可不可以偷跑说我直接下载完的？假档案发现。没有啊，他没下载完不能播吗？不能 streaming 吗？应该可以吧 ，TS 厂应该可以，那试试看。APP 播它，下载。它有一个在download。第六届的。哇塞！哇！可以了。应该可以。我想，就是。好，这不用听了。下一位是子欣网友。欸，其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很早就存在，可是比较不为人知的服务叫做。